风俗，秋虫唱着，夜鸟拍打着翅，火养鱼儿跃出水面。霜湖只有两季，是什么季？一个是冬季，一个是大雨的冬季。霜湖根本没有下季。以前霜湖海拔高，条件差，师资力量薄弱，然后学生的入学率。以前霜湖学生到了冬天穿帐篷，教室里面加炉子，宿舍里面加炉子。个人觉得这个搬迁以后，这个变化是特别大的。到了这个地方以后，第一个是自身好多毛病都没有了，因为环境原因，感到身体特别的适合。这个环境又能造福老师，又能造福学生。